韩国前总理金一贤今天中午12:30钟由韩国驻华大使馆人员陪同前往世盟中国峰会拜会世盟荣誉主席古正刚的时候，受到了古正刚等人的热烈欢迎。在座的还有何应钦、黄少谷、田木、唐仲、顾政府和黄少祖等人。金一贤曾经推崇古正刚多年领导世盟中国峰会和亚盟中国总会的卓越贡献。古正刚中午并且以午宴款待了金一贤。